之烟头谁的？你们老些人抽啥呀？哎哎，别别别！公司除了你，还有第二人抽的烟吗？不是。笑啥呀？喝酒也不行。是不是太压力大了？对，压力太大了，现在。是不是在公司之前说过，发现抽烟的罚200？还有啊，以后谁要再给老公烟罚2000，听没？都为啥罚我2000呢？好干的活吧你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哎，我的妈！你干啥呀？喂，哎，你这新能源也不行啊？不行，说没说不让你抽？为你好，你不知道啊？不是我，妈呀，你说啥玩意儿？为我好，我一天老为我好，为我好。上头了，老板。哎，哎，我的妈！我没错，你早说，你喝多了。老公，干嘛呀？抽烟就是习惯，你想抽烟的时候干点别的呗。你干点啥呀？吃点口香糖啥的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别的。哎呀，你说那玩意儿都多余，你就得吃你的口味，你就需要别的，哎哎，需要你的口味。不用不用不用。Later。老公。啊。过来。干嘛？过来。Okay。 你这啥意思？你不不让抽烟吗？那我让你一下戒了，能一下戒了吗？那戒不了。所以啊，每天只允许抽一根。还是我跟你讲啊，老板，你最近没在公司，我以前只要一交警七八个活过来给我点，我他妈头都不了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惯你现在从来都不带活的，罚款！哼，你妈再款我也干了。活来，哎，放不放？给我抽两口呗，给我抽两口。一根谁要一根？老板再拿一根呢？再拿一根。